中间一黑到底的极度放在屏幕的一侧的边缘，然后深度选择8公分，然后我在看到了漏斗之后，看到漏斗之后，漏斗旁边必是关节是吧，就小关节，然后我在低频探头外侧缘大概1公分左右的穿刺点，穿刺沿着小关节的外侧缘穿刺进入椎间盘，那么我沿着这个方向这个参数的设定穿刺，我穿刺的靶点能够实时的到达对侧间盘的正中间，那这样我在穿过椎间盘之后能够药液扩散到双侧的腰交感神经，所以我这个穿刺动作，这个穿刺的这个超声的参数的设定能够实现双侧腰交感的组织治疗是吧，或者药物的扩散。我从右侧穿刺，你看左侧和右侧都有了造影剂，这时候造影剂我是推的大概是5毫升的造影剂是吧，扩散率非常漂亮。我刚才用到我们刚才一个低频探头极突位移屏幕的一侧的边缘，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个八公分的深度是吧，然后穿刺的靶点呢选择了距离探头外缘1公分左右，穿刺沿着小关节的外侧缘，你看我们的直接的靶点直接就穿到了椎间盘的对正中间，这样就实现了一个点穿刺实现双侧腰交感神经的一个注射治疗的作用是吧，腰液能够完全浸润双侧的腰交感，对是吧，这个就特别好，记住这些参数。好，对，现在右马觉得特别暖和，对，大腿小腿脚都暖和，全暖和了，又来到夏天了，冬天又来到夏天了，对啊，挺好的，你这个真是，你对这个治疗特别敏感。啊，对，你不什么样的患者是幸福的？啊，对治疗敏感的患者是幸福的，啊，对药物敏感的患者是幸福的。哦，你这就是对治疗特别敏感。对，你也要立刻是吧？是不是这个位置找得准？对，最近腰交感，腰交感治疗这个夏天的发炎。